现在是早上8:30，我跟米克两个人现在来看那个什么高尔夫比赛的决赛，今天是泰格伍德老虎伍兹复出以后的第一场比赛，在洛杉矶这边 LA。 好，那个接驳巴士来了，然后这边就是往那边走大概100多米就是海边了，圣塔莫尼卡海滩。米克，你有没有坐过公交车？只在飞机场坐过。对，爸爸小时候还以前工作的时候经常坐这种公交车，要坐很久。然后我们从巴士上下来了，现在要排队进入到那边的球场。这是球场两边的房子，这房子看上去都房龄比较老了，感觉至少是上世纪50年代的房子。但是周围的这些庭院的树木都很漂亮。我们进来了，你看这个就是它的球道，那这是第一球的第一栋的发球台，他们要从上面一直这么打下来。我们先去找 Tiger 吧，知道 Tiger Woods 在哪里。Let's go find it。这是 John Rahm， 现在的第一名，他在最后开球，现在练习一下。他现在练习切杆，他现在单手切，这哥们单手切的比我两只手切的准多了。换着手，然后单手的嘛。这边是 Max Homa， 跟 Max 一样的 first name。他现在也很厉害，我觉得他的动作很漂亮，你看看他。OK，Tiger 来了。Tiger 应该是把球开到了我们前面这个位置，开在这里。I think so. He's right here too. Yeah, that's his ball. He's coming this way. Oh, yeah, one of those. No, he's this one. And him at the table. Tiger 估计是用铁杆开的吧，开到这个距离，还比另外一个球员短大概20码。现在是 Jason Day， Jason Day 上过瘾了。是在果岭前大概20码，要切杆了。新的麦哥，他这个开球又比这帮人远了，估计有30-40码。真的，他这个一号木，待会儿跟踪他几多，学习学习。Hoffman 掉沙坑了，去救沙坑了，然后 JT 直接到另外一个球道那边去打球了。
上的球打中了球迷，给了这个礼物，就他要把他手套上签名，要给那个球迷。Good man, Cam. A boy. Oh, good. Yeah.Oh, yeah. Let's go, Cam.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baby. Come on. Woo! Yeah. What a shot. What a shot.Let's go, JT. Let's go, JT.山洞打偏了，打到右边来了，这帮人很激动，等着他过来到他这个球位来。He probably got his checkbook out. Oh, oh, man. Oh, 他的签名，签在手套上给那个人。I got hit. Oh, that's worth more than just checkbook. His autograph's worth. All right. Sign the glove for it. Yeah, he's a nice guy. There you go, T-Dog. Lucky, lucky lady. That was...Oh my fucking god! Get on! Oh yeah! Woo! Oh my god! Balls to the wall! Rest of the way! Tiger, you just barely made me! Fuc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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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ger, you just
Hey, Paul. Woo! Tiger! Oh,18洞，还有一个打我，到18洞左顶了，有多少人在这打？OK， 比赛看完了，Miko你喜欢吗？喜欢。有意思吗？有。有，下次一年一次，下次我就带你来，好不好 ？OK。你要不要重新开始练高尔夫球？好，希望我们今年都进步一点，好吗 ？OK。拜。